他第一个，逢星期六、星期日精进念佛，静坐后段快速念佛时，由于中气不足，感到气喘，透不过气来，故这个时段呢，必会停止出声，改为默念，这样是否如法？可以，这个如法，念佛了，最重要是心里面的佛号不中断，这个口里念佛，这毕竟受我们体质的影响，所以你念得快，念得慢，默念，古人讲金刚持，金刚持是口群动，没有声音，采取哪一种方法，自己感觉得很舒适就好，所以这个是没有定法。